准备杀年猪了啊！今天我们杀猪的话，杀到镇上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带他过去看啊。现在先把这个案板搬过去。好了，我们的师傅已经过来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大师傅啊。师傅在我们湘西北这边特别有名，他有一个外号啊，湘北第一刀。9岁就开始拜师学艺，干这个行当。今天我们带大家看好戏啊。好了，现在抓猪去了啊。Do it.